不逃群聚燃烧，不少人陆续回诊裁剪。虽然清空，仍有不少人得进入医院。今天是有接到通知要回来裁剪吗？有啊，在这边。卫生所啊，这是什么原因住院？那时候，肾脏发炎。而每天最辛苦的就是医院的医护人员。不过有护理师在脸书社团po文表示，男友的爸爸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两人别再见面了，让他感到相当错愕。还有护理师和男友同居，没想到半夜睡到一半，男友竟然打包走人，只留下字条：祝你幸福。四个字看在眼里，好心痛。真的，一言难尽，甚至有护理师借住在男友家中，男友家人趁着护理师上班把他的行李收拾好，直接丢在家门，只传讯息告知好聚好散吧。